有问我问题啊？三十四，所以你现在录是不是？不要我哎、欸，你现在我好喜欢这间教室的味道，因为这间教室有我最喜欢的芳香剂。芭拉味是不是？那中午吃芭拉好吃吗？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啊，那你们觉得今年的音乐营对你们来说有什么新的？就跟我一样是第二次来、可是我觉得第二次来，我觉得还蛮开心的事，就是我看到有一些去年有来的小孩，然后就是他们从有些是从原本就还是国中生，今年还是就他们是学员，然后有一些是从国中生到了高中生变成 CIT， 然后我觉得尤其是我很感谢今年的 CIT， 是因为我觉得 CIT 在课堂上帮了很多很多的忙，然后那当然他们自己很认真在上课，可是我觉得他们也扮演了一个很好 CIT 的角色，就他们会帮忙那些就是有需要帮忙的小孩，就是其实我虽然都没有告诉他们，可是我其实我把就是在课堂上的一举一动我其实都看得很清楚，那就是不管是第二年回来的小孩，或是第一年回来的第一年来的小孩，我相信他们应该都在这很密集的十天十一天上会有很大的成长，是因为我觉得这个是一般在体制内的学校里面不会教会你们的事情，因为我觉得我们很需要的是学会如何跟别人沟通跟合作，然后还有自己创新的能力。可是我觉得我相信在这十天里面，你会遇到了很多你可能才刚认识第一天的人，你就必须要跟他睡在同一个房间，你必须要坐在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你要跟他一起上课，这是一个全新的环境，但是你要怎么样去fit in 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觉得这是以后我们在长大会产生到更多更多我们去必须得去学习的。可是我觉得他们在这十天就成长了很多，其实看得很明显。那我觉得不论是学生或者是就是 counselor 志工大哥大姐姐们还有老师，我觉得在这十天都是有很大的进步，那就很希望就是在这十天内我们学到的东西一定会在就是音乐会上然后做一个最完美的呈现。再找可爱吧我是想要找个怎么还比较瘦的角度，明年会来吗？其实如果可以的话，我觉得可以再来个十年，就是在十年我觉得会有不一样的，你还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啊，就是而且因为我觉得对老师来说其实这十天你要完成这么多东西也是一件很有挑战的事情，这样可以吗？哦耶！哦好，可以了吧？什么？最后呢？当然就是大家这么认真表演，就是我们不要担心在台上会就是没有表现好，可是在这个过程中已经就是很让大家动容，也很我们都很感动，看到你们从零开始到一个成品。那在台上就是尽情享受，就是舞台上带给你的开心跟台下的掌声，那大家怎么可能不棒？嗨，何玲。嗨。哎，不对，嗨，萝卜糕。嗨。我是谁？珍珠芭乐。哎呀，你中文真好。真的 ，right？ 你能不能先用印尼文跟大家打个招呼？不要。赶快啦。好啦，哎。你第几年来？第二年啊。跟我一样吗？对啊。那你觉得就是这个营队对你来说，你最喜欢的地方是什么？最喜欢的地方啊？对啊。去年就是第一年来嘛。对。然后就不知道要怎么样。I don't know what to expect. OK， 你不知道你期待什么事情？ Yeah, 对啊。Yeah. 然后第二年来就比较习惯了嘛。然后就很开心啊。OK， 所以何琳娜，你觉得你今年最 enjoy 的 moment 是什么？每个 moment 都 enjoy 啦，可是 I'm really really happy when the drum guy is here。对，他说当鼓手来就是跟大家一起就是排练的时候，我不要说是何琳娜，我觉得就是大家的那个就是情绪都真的到了，好像是 ready 到了音乐会。那萝卜糕，明天是音乐会，你有什么话你可以鼓励一下小朋友？我就觉得他们全部都很棒啊，所以要厉害一点的来，加油 ，like this， 加油，长一点好吗？加油。I mean, could you just like a speak a long sentence? Like why? 他们都很棒啊，所以一定会表演的很好。Good, see. Yeah, that's all.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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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我去年让我最在意的一件事情，不是我讲内容，是我的坐姿。因为我去年我以为只会录到这个以上，结果我脚是这样子。不行。哎，我想要重来。Hey campers。
谢谢你们。首先，我想要谢谢你们这样子全心全意的相信我们这些疯子，我不是说老师们。最后一件事情，想要提醒你们，上了台，请你一定要全心全意的相信坐在你身旁的这些同学，也请你全心全意的相信现在站在你身后那些穿着深蓝色、穿着白色 T 恤的大哥哥、大姐姐，相信这十天来你们建立的友谊以及默契。最重要的事情是要相信你自己，你这十天来流的汗水甚至是泪水都不会白费，它会在舞台上化成你最珍贵的回忆。所以你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明天加油哦，记得教堂在嘴巴里，拜。已经开始了吗？好，我们解封担心。Hello， 亲爱的花东青少年合唱营的大小宝贝们，还有 CIT 各位志工，我是提拉米苏，很开心能够参与今年的合唱营，然后这个大概是我第三次参加。跟你们一样是抱着学习的心情来的，我大概只比你们早一天拿到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看着你们从零到现在几乎100%的完成，然后可能有汗水、有泪水，还有交杂的血水，可能跌倒、哭泣、偷偷默默流泪，其实老师在后面默默的陪着你们感动，然后有很多的委屈或者是开心、难过，都一切尽在不言中。好，我想讲这，我想说的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管你学到了什么，好的、坏的，但是你要记得，你生命当中每一个美好的瞬间，明天你们就要表演的，期待你们，记得把你所有最好的自己展现出来。以后你一定会发现，再回过头来再看现在的自己，你会发现每一个瞬间全部都是闪耀无比，你会觉得你自己是灿烂发光的。全部都是。我讲完了，结束。就这样吧。好了啦，好了啦。把这个接进去好了。不要，拜拜。什么时候开始？都可以想开始。什么时候开始？OK， 开始了吗？可以。还没准备好。大家好，我是高丽菜。我的名牌不知道丢哪里去了，不好意思。其实啊，这14天是我这两年来过的最累的14天，但是也是最快乐的14天。我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可以跟你们所有人跟一群所有这么优秀的志工们一起合作，然后一起加入你这个大家庭。就像我之前在荧报上说的，我觉得我这段时间以来在你们身上学到的东西远比我教给你们都太多，所以真的很感谢你们大家。在这里，我其实每天起床都很期待，因为每天都有不同的 surprise second。就像常常每天晚上我有一个叫做直棒的病毒会进我的房间 KKK， 然后散播他小直棒一样，所以我就感冒了。anyway， 但是 Howard 说在应对大家要相亲相爱，所以麻烦大家在应对结束都帮我痛点太多，开玩笑。还有，其实啊，在几个月前，水煎包他跟他的团队就把谱寄到欧洲给我了。然后那时我看的那个谱，他们跟我说你们很多人是没有什么音乐的经验，就看不懂谱，或者是甚至英文都不太会说的。所以当时我就看了这个旅途啊，然后我就觉得这2个礼拜时间怎么可能做得到？但是你做到了，而且做得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很多，所以蛮感动，看你这样成长，我也是跟你们这样一路成长。然后，就像你们唱那首就叫什么《大象》那首歌一样，一个叫什么神秘的地方，那一个孩子们快乐天堂的。如果真的有那个地方的话，我觉得就是
应该就是 right here right now， 就在这个华东音乐里，这对我来说也像是我的快乐天堂一样。看到你们就会想到我小时候的国中时候的所有事情。但这里你们每个人都像小天使一样，虽然说你们可能回到加州那边小恶魔，但是在这里真的看到你们，我真的很开心可以跟你们在一起。然后希望你不要忘了在这营队两个礼拜以来所发生的事情。两个礼拜是很短，但同时我觉得是很长的一段时间。这两个礼拜你们学到的音乐，你们到时候可能应该不用到时候，可能一两一段时间我就全忘光了。但是这不重要，我觉得最重要是你们在这里所经历的事情，你们在这里的感受，在这里的体会。然后在以后的生活中，你们也会遇到很多的挫折、失败，然后沮丧，甚至很多异样眼光。但是我希望你们记得这14天来你们所有发生的事情，跟爱你们的志工，跟你身边的小伙伴们。然后难过的时候就唱唱歌吧，唱歌可以疗一切，然后就令你的烦恼就这样消失掉了。明天就是你们的音乐会了。我觉得天，现在要你们不紧张是不可能，因为现在我比你们紧张太多了。我自己个人音乐会我都没有紧张过的，所以紧张有时候不一定是坏事，在台上适度的紧张是好事。但是不要忘了上台之后，希望你们跟着你们身边的所有伙伴们一起好好享受这场音乐会，享受你在台上的时光。你们要记得，就像我之前跟我的 solo 品牌说的，台下坐着全部都是西瓜，一颗一颗的西瓜，然后在你们后面的都是你们伙伴，所以不要把台下观众当西瓜就好。我想不到可以说的，就明天加油，爱你们。我是什么李凡？是这么的，这样是不是可以倒带吗？爱你们，好，谢谢。我相信。超感动的，好恶心哦！我超感动的，所以也就是我每年来这里的动力。好恶心哦，我超感动的，这也是我每年来这里的动力。叫你们好一点。那你说呢？屁啦！严肃先，又到了夏令营即将结束的日子了，也就是我们准备好上台喽。这两周看着你们认真学习唱歌、跳舞、演戏。有欢笑，有皱眉头，从无到有的过程，我超感动。这也就是我每年来这里的动力。明天就是明天，明天是你们的舞台，好好享受它吧。你们最棒了 ，I love you。然后跨松版本吗？啊，又到夏令营即将结束的日子了哦。这就是你们准备好要上台喽。这两周看着你们认真学习唱歌啊、跳舞啊、演戏啊，吼，有欢笑也皱眉头啦，从无到有的过程，我超感动的。这也就是我每年来这里的动力。明天就是明天，明天是你的舞台，好好享受它吧。你们最棒啦 ，I love you。再一个是温柔，哈哈哈。啊，又到了夏令营即将结束的日子了。也就是我们准备还要上台啦，这两周看着你们认真准备学习唱歌、跳舞、演戏，有欢笑，有皱眉头，从无到有的过程，我超感动的啦。这也就是我每年来这里的动力。明天就是明天 ，tomorrow， 明天就是你的舞台啦，好好享受它吧。你们最棒了 ，I love you。Ending pose 嘞 ，I love you。OK 吗 ？OK。有没有我这么搞笑的啦？哎呦，我的妈！形象都没了。好嘞，好，那我们今天像你就是这个风格。要收一点，要收一点。哦，把头发放下来好了，等我一下下。OK。Action。
嗨，大家好，我是会每天很爱吃起司蛋饼的起司蛋饼。好了，不是的。嗨，我是麻吉。我还记得我是什么口味的吗？花生。其实呢，我是今年第一次参加这个就是音乐的那个夏令营，然后我觉得就是套高丽菜的话，就是从你们身上学的比我教给你们的更多，所以就是我好像还要再努力，我这样明年才可以教给你们更多东西。然后也很谢谢大家，就是这几天，没关系，这一个多礼拜来的那个就是指教这样子。然后好，总之呢，谢谢大家，然后也希望明年可以再看到你们哦，谢谢。所以现在还在 keep going 状态吗？哦，好哦，然后呢，就是那个，我相信我们明天音乐会都会非常非常成功呢。如果没有成功呢，就不可能，因为一定会成功，就是会成功就对了。然后大家玩得开心，然后就会有一个很棒的就是 ending 这样子，然后会成功。结束。你们这啊，重来，白痴，我会卡掉。K， 很 K， 好烦哦、喔，我就很讨厌录音。嗨，大家，我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对，多喝水。很高兴能看到你们今年在这十天里面学会这么多。歌曲这么多，舞蹈还可以把他们都合在一起，我相信明天的表演一定非常非常精彩。那我也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这些营队的学到的东西，还有你们跟朋友跟大哥大姐姐的这些快乐的回忆，能够伴着你们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不管你们做什么都可以回想到他们，觉得自己好棒哦，好厉害，然后也有很开心的时间。那明年希望也能在这里再继续看到你们哦。那明天的表演就加油咯，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很棒的。好的。谢谢你们过去十一天的陪伴，我真的觉得很荣幸，每一年的音乐营我都在你们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我不是一个很有耐心的老师，可是你们每一年都不用会，在我们准备表演前压力比较大的状况下，你们都还可以在很好的状态里面，谢谢你们。我知道有时候我在教你们的时候，我的语气会比较急，或者我声音会比较大，我在这边先跟你们说道歉。我真的是很喜欢很喜欢跟你们一起练歌，只是因为有表演的压力，我会变得比较紧张。我在这边先谢谢你们，这么有耐心的可以陪我们所有的戏剧组的这一群大哥大姐姐，还有我走完这一趟路，我真的很开心。然后我之前给你们的 promise， 我之前跟你们说的事情，还一定是这个样子的。我绝对不会计较星期六晚上的表演最后的成果是如何。我很幸运，因为我过去有机会可以跟你们共处，这个过程中我希望你学到了一些东西，我希望你是开心的，我希望你在所有的志工大哥哥大姐姐身上，还有在老师身上，希望也有在我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这些是我希望你带走的。星期六晚上笑得开心一点，唱得开心一点，跳舞跳得用力一点，忘歌词忘台词都不重要，我只希望你们在舞台上可以很开心的一直笑。我们所有的人会在舞台下面很努力很用力的帮你们加油。谢谢你们，我很开心。我明年见。OK， 好。这都录完了吗？怎么可能差我？哎，等一下会不会等不要害我？嗨，大家好，我是 AN。然后就是今年回来，其实就是非常喜欢听到大家唱歌，所以就是看着大家唱歌的样子，就是可以让我觉得就是就像大家一样，我们在这边就是酝酿了我们
好好的回忆，然后好好的在这里集中我们这边的感情或情绪，然后在剩下的五十几周里面，就是这些力量会让我们可以保持奋斗下去。就是日子很辛苦，但是大家的歌声是非常非常的美妙的。然后，所以在这边就是个，你可以忘却你所有的烦恼，或者是，你也可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你一切的烦恼，然后把你所有的痛苦跟悲伤，然后唱进你的歌声里面。然后要记住，我们爱你。不一样，来，大家我们一起做最可爱的动作，来，呀，咩咩 ，cool， 他真的有在录哦，好，不要害我，不要害我。